个主任招灾啊。老师啊，我提醒你，我看到有些人光跑一点都不错，我只是别个搞几大小动作，先把兄弟们摘走的。来，我们那跑过来。那个同志，小组排进来28号这个月，刚才在报名编号之后，我问他你们有没有折叠，有好多人啊，折叠越来越多，数不清的出来，那么今天就我们就看看，这个小组排进来有没有那么多，带了这么多折叠，就看看今天的这个是不是国军的日方。几十个字啊，能不能过走经常看一天除了女主花菜补上以外其他工作你原来请你们散开一天不要太冷静了啊。各位朋友，这个小组培训呢，工作跟你打法主要是这样，你把这一个牛呢，要让对方主动，这就比好实话，就准备靠一般靠牛牛呢，不太主动，这是第一点，你看这些牛就是老大讲啊。喂，杨延培，听到广播之后，请你到检票处那里去带你的小孩。杨延培，听到广播之后，请你到斗牛场的检票处那里去带你的小孩。好。
下面进行第一批，第一轮第二批抽签的第十一站，也就是第一轮的第21站，由海米夏斯、李小弟的35号对都匀过冲、甄凡宽的35号，把海米33号对都匀的35号。 来自桂阳紫云的29号，在打第一轮第二梯次的时候被空翻三次倒地，又搞了个回马枪的29号刘有力出售，29号刘有力出售，这头牛是头好牛，有喜欢的请与他联系。 一旦发生任何意外，我们组委会主办方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说你们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这些牛从哪里进，它就会从哪里出。啊，请你们注意自身安全。好，暂停，我们先进行第二轮的抽签。
保人员、安保人员，请你们疏散一下进口通道的护栏上面的观众。安保人员，内保的安保人员，请你们疏散一下，不要碰在靠在护栏上。啊，进入第二轮，第一轮取胜，进入第二轮的牛一共有26头，参加第二轮的比赛。希望我们呢，我们的保安人员呢，发挥的这个势能作用，把这个进口处呢、进口处通报呢，各种呢，请疏散出去。还有我们呢，在进口处我看到有的人啊，你们要今天到下次来看动物呢，从这个经济方面呢，说经济有社会，要永远比你住在外面，你有的那个要省事的多，你花了几十块钱，那直接坐起翘起二郎神，这多好呢，因为呢鸡肝一条，主要是不安全。请你们自救的朋友进口通道。啊，一定来观看斗牛的，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本次牛王争霸赛由独山知名房企恒大牛肉叶城冠名赞助，在独山品质房选恒大牛肉一拳。购房热线0854-88-90-888，0854-88-90-888。好，十三号刘启全，还有没有弃权的？在抽签之前就来说啊，抽签以后弃权的押金不退。十三号刘启全。好，同时有意出售啊，谁想买的抓紧时间与牛主商量，牛主呢不想拉回去了。哦，齐全民是43号哈，哦，43号齐全，清正的。好，那就是25头。下面我们开始抽签第二轮的比赛，独山上师刘光勇的21号抽签。6
独山下司九号。六。云南全新园的十二号。十一。龙岭骑马的十五号。五。长顺小战狼十九号。十。云南李荣的二十二号。一。丽萍杨勇的五号。七。红花公司的六号。三。龙里陈勇的八号。十四。榕江的十八号。七。福泉武大郎十一号。十一号武大郎，来自福泉的武大郎。好，下一位。铁柱下司铁柱抽签，二号刘铁柱。九。贵阳花溪李元霸二十七号。
十一，台里的三十号八，蛮江的三十号是第八架。我们场内的裁判长，我们进入第二轮，我们要清场非工作人员，我们请出场外。你们想看斗牛，只能从大门进口处那里购票进来。工作人员在避险通道的工作人员，非工作人员请出场外。非工作人员请出场外。在避险通道的，我们进入第二轮的抽签已经完毕，那么我们比赛继续进行。那么第二轮的第一架由云南的二十二号对阵贵阳巴西的二十七号李元霸牛王。请两位牛主抓紧时间拉牛入场。好，进入第二轮的有二十五头牛，经过抽签，第二轮抽签的结果是这样的，给大家做个简要的公布。便于牛主的做好准备。第一架由云南李荣的二十二号对贵阳李元霸二十七号。第二架由清镇的四十号牛对贵阳新区的二十六号。第三架由红华公司的六号对荔波的三十二号。第四架由云南的四十二号对上司的三十九号。第五架由龙壁的十五号对天成公司的二十三号。第六架由上司的二十一号对下司的九号。第七架由玉屏的五号对榕江的十八号。第八由单站的二十五号对麻江的三十号。第九下司铁柱对都匀的二十四号。
36号，第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这头22号牛的来历啊。这头22号牛是李荣在3个月前从云南的芒市引进了一头抠嘴王。春节的时候在泸溪打彩，2个星期打了4-5架，全部都取胜。然后在刚刚2个月前的失踪，石林海怡的炸龙斗牛城参加德龙比赛，获得了2米05组的第4名。对手李元霸呢是一头贵阳的名牛啊，在蔡家园斗牛城参加斗牛比赛的时候是战胜了小元霸，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名牛，对上了一个云南的牛王抠嘴王。看一下啊，叫做抠嘴王的原因啊，这一招真的太毒辣，360度个踏空翻。
下面进行第二轮的第二架，由青色体育十的40号牛对贵安新区老九的26号，也就是雄鹰战队的26号。第三架我们准备的是红发公司的6号和立波的32号，在场外预备牛圈做好准备。